Hello， 你哋好，你哋知唔知啊？依度啊，我喺度咧睇屋咧，佢咧即唔係主人家養嘅啫喎，佢兩隻啊鴛鴦喎。其實係咪鴛鴦不善牽咧，定係水鴨咧，定係鴨咧？就係睇你哋咯喎，你睇下嗰兩隻鴨幾得意，個水鴨係咪好正咧？睇唔睇到啊？所以我哋咧今日嚟睇依間屋，咧轉過嚟睇下。所以讲咧，呢度嘅地方咧有五吉地咁大啊，所以讲咧，呢度嘅有钱佬真系多得是系啊。所以咧，我啲 fans 咧都好夸张嘅，真系咁大间屋，个地咁大，睇下隔篱嗰啲地，睇嗰间屋，嗰间屋佢嘅前面嘅地系咁大。哇！如果俾到我哋阿发咯，真系发个猪头啊！你话系咪先？所以咧，嚟睇系咪水鸭去咗嗰度啊？是不是水鴨呢？但是番鴨呢？但是不是番鴨喎，好像水鴨喎，但是呢又像鴛鴦喎，啊，鴛鴦不善牽喎，啊，有如果你說你們要我這個什麼桃花啊，姻緣啊，你拿去的鴨毛啊，拿到荊州的袋子，你就有驚有你就驚人的發現，即是說有姻緣到啊，不要說不相信啊，拜拜。